想的是带你去成都，附近玩几天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心里边迈不过那个坎吗？我在直播，啊？我在直播，我没下播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上来我们再说吧，好不好？我可能这次回马鞭的，可能我要在成都待的时间比较长。我本来就是故意的呀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呀？我本来就是故意逗富强哥的呀。我刚刚能听到你还在能，逗我是吧？对呀，我刚刚能听到你说话，我故意的呀。我说我这次回成都，我可能待的时间有点长。好的。好。有点儿遇到点事儿，我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。那就不说吧。等我想好了，给你怎么说了的话，我再给你讲好吧。那你想我早点回来还是晚点回来呀？这个你自己决定呗。就是你有事情要忙，工作要忙，哪是我想你回来你就能回来的呀？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他们都能听到我们两个讲话哈。喂。那你，喂，啊。你说，你都不想问什么事儿吗？啊？我说你都不想问什么事儿吗？你刚刚不是说了你怎么想好怎么告诉我的时候再告诉我吗？对不对？我可能要出差一趟，啊？可能要去江苏，去趟江苏。你去江苏？对，你去江苏干嘛？去办点事儿，工作吗？工作。哦，没事啊，我支持你的所有工作呀，我又不能帮得上你什么，你就加油工作，然后我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反正在家里面也没什么事，带他一起去，我不去，用逆向思维一起去，江苏叔叔阿姨们，他是去江苏那你注意安全啊、好，等我，那我 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吧，我跟你说我要去干啥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你就这样说呀，没事呀。没事，我下来给你说，好吧？你就这样说嘛，没关系呀。他们给，因为你刚刚你都说，你说了，他们也想知道。你到时候你给我说一遍，我还要给他们传达一遍，是不是？因为很多人也关心你去哪里了呀，什么的。我江下苏来跟美你女说，多。好吧？我下来跟你说，下来跟你说。他们说江苏美女多，你是江苏找美女去了？找什么美女呀？不是，不是。和别人相亲去了，是去相亲吗？你姑姑说的那个吗？不是，
是你别多想。江苏，你去找胡文文啊？我去找胡文文干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也，因为他们问的，他们说的，然后我就问你的。那他富强哥他去找胡文文干嘛呀？他们又就不是特别熟。就我不认识他呀。我在想我去江苏会不会被揍呀。你去江苏为什么要被揍呀、啊、被谁揍啊？不是，是前段时间不是那么多江苏的朋友骂我吗？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江苏人呀？本来就是情敌，情敌跟谁？跟富哥一起去。你想不想去江苏？我可以，我带你一起去，好吧？江苏人可好了，不会的。那样你就不会多想呀。我不是什么相亲。我不去吧，江苏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去干嘛？还浪费？你是开车去还是坐火车去啊？我坐飞机去，你快一些。坐飞机啊？对，你问一下那个吧，你问一下你的家人们，他们支不支持你跟我一起去吗？你是听他们的吗？不行，把你爸爸妈妈不是你听他们的还是听我的？哦，我听你的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问直播间的家人们呢？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他们肯定，如果说我不愿意去，他们也支持我；我愿意去，他们也支持我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江苏太远了，然后你去坐飞机的话，你一个人去坐飞机都要好几千块钱，再加上我的话，那你不是那我怎么说，我虽然帮不上你的话，我比如说我给你节约钱也是一种帮呀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说你帮不上我呀？不是，我你想我去的话，我怎么帮你嘛？我还帮你浪费钱，对不对？帮我花钱呗。所以你看，就是我的就是我的用处就是帮你花钱，所以说你姑姑才不同意我们两个来往呀。谁说的？我只是想带你去玩一下，知道吗？我想带你去外面多看看，不是说其他花不花钱这个不是什么事儿，知道吧？我想带你多出去见见世面，对不对？不来接，如果我要去的话，他肯定会来接我的。但是那直播间的我的家人们，你们喜不喜？你们要不要我去啊？去不去呀、啊？经济聪明，对，我虽然说不能给你挣钱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节约钱，是吧？金子，哎，你我接个电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，电话进来。好，我先跟他们聊一下。你们哎呦，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其实江苏我很久没有去过了，虽然说我去过江苏无锡，去过江苏常州，但是江苏很久没有去过了。而且富强哥他去江苏的话，他是去忙工作。你说我一个没什么事情的，如果说我跟他是做一个工作的人，我就去能帮得上他忙，但是我又帮不上他忙，我跟他去江苏不是也给他浪费钱吗？走吧，出去。谁的狗？吓死人了。还不去，富强不开心的。去陪伴你心爱的富哥。今日你应该去，有些考虑不能贸然同意，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情感能成吗？不知道呀，你们觉得能成吗？你们觉得富强哥的家人这一块会不会不同意呀？不要考虑太多了，你就跟着他。后面的不是藏獒，是一条黑狗，好像是下面那个他们的女儿带回来的。不会，
我在苏州，我没有去过苏州，我去的是江苏常州和无锡。我妈妈在无锡一个链条厂里面上班，以前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回来了，现在回家了。嗯，富哥爱你的。嗯，家人的阻力会很大。我也希望的是什么呢？我希望能得到，家人的祝福，也希望能得到我们直播间家人们的祝福。然后你们会祝福，就是你们会祝福吗？去看看太湖，太湖不是在浙江吗？太湖不是在浙江吗？对，无锡你。哇，飞机！你们听到飞机的声音没有？要不要喊他下来吃饭呀？我看到那个视频，我看到有一个视频，就是对着天空喊，那个飞机让他们下来休息一会儿，吃个饭再走。应该去金枝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嗯，金枝吗？对，灰飞机。太湖在江苏，真的心意一定，你的努力会值得的。嗯，我不要推三阻四，不是我推三阻四。这钱他家人不是用钱炸过你了吗？对啊，但是就所以说你觉得我要可和他去吗？我觉得会不会被他的家人骂一句那三个字呀？就是不要这个。是不是带你们到我后面去逛一圈，然后去看一下我今天上午干的活儿，好不好？带你们去看一下上午干的活儿，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干了些什么。你看，你们我给你们看，然后你们猜一下我今天干了什么。这样子给你们看，这样给你们看，你们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今天干了什么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走那边。我多大了？我十八岁。我十八岁。家里的事就看你富强哥。你看这个长得好不好？这个玉米长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对不对？玉米长得很好，刨地了，不是，没有刨地。这样子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。看到没？我今天干了什么？就是今天一上午都在干这个事情。所以就反正今天就是，对，今天家里环境很好，环境是挺可以的，但是条件不怎么样。我还怕大家会嫌弃这个条件。对，你们猜一下。你们看，就是应该干过农活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应该都能猜得出来，就是看这样子看过去，然后就能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。人好比什么都好。这地方特别好吗？大山环境挺好的。你们生活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呀？我做了这个事情。看到这个，你的这里青色的菜籽还在长着，下面的就已经被割倒地了。割，就是这近一点的地方给你们看嘛。割，对，割油菜，对，割油菜了。今天一上午都在割油菜，然后把这个油菜割了。你看我速度是不是挺快的？只有我一个人哦。我一个人把它割完的哦，看到没？你们快夸夸我，是不是挺厉害的？哎，没有网络，饿了是不是？没有网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点卡了？是不是有点卡了？我希望随缘阿姨，我希望大家是喜欢金枝的每一件事情，而不是说说什么我和富强怎么样子的，好不好？那个随缘阿姨，行不行？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天，分享生活。如果说你们不愿意看，咱们就是说，那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一起聊什么了。那以后我也不敢给大家开播了。如果说富强哥不在，或者说怎么样，我都不敢给大家开播了。
我希望大家，我跟大家一起聊天，然后给大家一起分享，就是这大山里面。然后如果说您只想看富强哥跟我一起怎么怎么样，我也不能把富强哥一直锁在我的旁边跟大家一起开直播呀，对不对？细皮嫩肉的海哥，这个跟细皮嫩肉有什么关系呀？人开心就好，这跟细皮嫩肉有什么关系呀？菜油炸了卖给你的菜，那个菜油只够自己吃，因为那个那一片地炸出来菜油也没有多少的。装那个是什么？是别人的一座坟呀。鸡蛋叫了，摆摆龙门阵挺好的。对啊，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，然后聊聊天，摆摆龙门阵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说你们就好像我要聊什么，聊富强哥跟我之间的感情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播就什么都可以聊嘛，我一给你们看这个地方，你们就觉得哎呀我不感兴趣，只感兴趣你跟富强哥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可能一直跟大家一起聊富强哥怎么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你家菜籽有多少钱一斤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家菜籽又没有拿去卖过。你说的对，就比如说你们就是什么都可以聊呀，门当户对才行。唱个歌吧，你们要听歌吗？你们要听歌吗？哎呀，网络有点卡，网络有点卡，我卡不卡呀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现在2:28人了，现在直播间卡不卡？先从小鸡着手吧，因为富强是天生的一对。君之沦陷了，为什么你是神秘观众呀？这个就是这个人，这个哥哥还是叔叔，为什么你是神秘观众？我这里看不到你的名字，不卡哈。别知己，那对，我唱一首别知己送给富强哥。对，去跟富强哥去江苏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不是很想去。平台贡献呗，平台贡献什么意思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他就是富强哥，谁是富强？我说富强哥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是在说妇产哥、妇产科？我是说的是富强哥，富强哥。然后大家有听到说我是在说妇产科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不是说，哎呦，网络，等一下啊，现在他是那个，他是我家的那个无线网一直在切换，所以说有点卡卡的感觉。对，神秘人，对，不止为什么他是神秘人，你们的名字我都能看到呀。对，你们对，唱个歌，富强是不是江苏那个人呀？不是的，江苏那个人的话他已经早就回去了，他跟我之间没有富强哥中间那么多的故事。唱首成都，成都平台贡献50个 W 以上就可变神秘人。你在平台上买了50万的东西啊，我的天，然后你就可以变成神秘人。哇，我唱首歌给大家听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现在2:20人，然后我唱首歌给大家活跃一下我们的气氛，活跃一下我们的有钱人。我不是有钱人，我没钱。你两个号同时直播没有呀？没有呀。如果有其他在直播的话，那个不是我哦，那不是我，我现在就只有我自己，只有自己在直播。好，这首吧，姑娘别哭泣，你们听过没？
这首歌我没有唱过，但是我听过，不知道我会不会唱，然后我唱这首歌听一下，叫做《姑娘别哭泣》，好不好？